So our next gues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his name is very lucky person. A rough translation. And I think he's done a great job himself. He is the CEO of UC Web, which has become the most popular and most widely used mobile browser in Asia, with over 300 million users, which of course that's more than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the US, right? It's amazing. And so now I want to welcome to the stage the CEO of UC Web, Mr. Yu Yongfu. Thank you very much. Hello, I'm Yu Yongfu, from UC Web. 今天这个会场看到了这个很多的人，我觉得人多呢是一个 good news， 因为我们所有人如果想成为一个 billion 的这种有 billion 用户的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话呢，我们必须有两个非常重要的 keyword， 第一个是 mobile， 第二个就是 Asian。上个月呢 ，Facebook announced 它的用户超过了 one billion， 其中。 来自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呢，就超过了六个亿。所以说，这个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用户只有两个亿。那其他的八个亿用户来自哪里？最主要来自于亚洲。所以说，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移动互联网的论坛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亚洲的机会。是帮我翻 PPT 吗？ PPT。 我想知道在这个今天会场听说过 UC Web 的朋友到底有多少，请举下手。好，谢谢，大概有三分之一。那这个跟这个大家比较简单快速的介绍一下 UC 的 business 现在主要是在集中在亚洲，我们目前的这个用户已经超过了三个亿，其中呢在六个国家的市场份额超过了10%。 在这个中国的 market share， thank you， this one， OK， 在这个中国的 market share 超过了50%，在印度的这个 market share 呢超过了20%，所以说这是 UC 今天的一些这个 number。那这个讲到亚洲的话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世界变化的一个格局，三张图。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地球。 这是从2亿年前到今天，地球的这张 map 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这个几大洲从统一到现在分散成几个大洲，而我们看到 PC 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其实也在经历着这样的一个变化，在 PC Internet， 我们看到整个互联网的这个基础架构还是非常统一的。 这个微软和 Intel 成为了两个最重要的这个 winner， 统一了整个 PC Internet 上很多的基础。但是，在移动互联网，我们看到在 network， 在操作系统，在 device， 有非常多的这个不同的制式品牌，移动互联网处于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在 PC 互联网的时代呢，全球的中心在哪？在美国，美国领导了全球的这个 PC 互联网的变化，这个产业的创新，不是 copy to China， 是 copy to global。这个全球的互联网的这些业务，在欧洲、在中国、在日本、在印度、在澳大利亚，都在 follow 整个美国 PC Internet 的变化。但是在移动互联网，全球。 会有两个 center， 一个中心呢会是在美国，一个中心呢是在亚洲，这就是10年前和今天 PC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在产业格局上很大的一个不同。刚才我分享过，如果你想成为一个 billion 的 user company， 必须有这两个关键词：亚洲和 mobile internet。那大家呢肯定对于亚洲。 非常感兴趣，所以说才来到了今天的会场。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亚洲到底有哪些不同。这是最近我们很多行业内会议
大家会经常看到的两个 slide， 一个呢是在这个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用户数已经超过了 PC 互联网，一个是在印度移动互联网的 traffic 已经超过了 PC 互联网。另外一个看到的不同是什么？这点上这个在中国过去几年通过移动互联网，仅仅通过移动互联网上网的用户数从7%上升到了14%。同样的趋势我在美国也看到了，就是越来越多的用户 first 那个 mobile first 第一个接入互联网的设备越来越多使用这种移动的设备。下一张图呢看到的就是美国前三大的手机品牌厂商占有的市场份额超过70%，那在中国前三大市场手机品牌占有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只有40%，看到更加分散。其实这背后的一个核心原因是 carrier 运营商在整个产业链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在美国80%以上的用户是通过运营商买手机和这个话费资这个通讯的 package。但是在中国、在印度、在亚洲的主要国家，80%以上的用户呢是自己买这个手机，再向运营商单独采购这个通讯的套餐。所以说呢，在这个亚洲，运营商对于产业链的控制力要远远的小于美国，有更多的手机厂商，有更多的产品，更充分的竞争。第三个，这个这一页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用户获取 application 的 channel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在美国，看到了右边，用户获得 apps 主要是通过 Google、这个 Apple 和这个 Amazon 的这个 store 来获取，但是在中国，这三个 store 非常小的 market share。我们看到主要的用户获取 apps 的 channel。来自于 third party 第三方的这种 App Store 或者是这种网站，这里边 UC Web 在中国是很大的这个一个这个第三方的 App Store。 大家经常这个在问中美之间有什么样的这种差异。过去几年呢，我来到美国发现一个很有现象，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因为我们的 lifestyle 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导致美国和亚洲的这种移动互联网的很多的行为是不一样的。这三张图大家看到，在亚洲、在中国、在日本，用户主要的上下班每天2小时的这种上班的方式是公共的交通工具。美国呢，每天上下班2小时呢是 driver 开车，所以说美国人的这个手呢被绑在了方向盘上，而亚洲的用户每天有2小时手里拿着手机上网。所以说在亚洲用户每天多了2小时用手机上网，这对于整个用户的成长速度、用户的这种 experience 体验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说呢，这个还有一个区别 business model， 在亚洲我相信这个免费的 app 一定是非常这个明显的主流，在美国呢这个 Apple Store 很好的建立这种收费机制，所以说在美国用户为 App 付费还是很大的一块。下一个重要的不同跟大家分享，中美用户使用 App 的区别有很大的差异。在手机上，中美用户第一大需求是一样的 Voice， 但是第二大的需求就不一样了。美国的第二大的需求在手机上是使用 Mobile 的 Email，但是 mobile email 在中国用户里边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应用，而在这个第三大应用里边呢，美国是这个 SNS 的 app， 但是在中国第三大的应用在语音和 SM 之后是什么？是 browser。 在用户每个月使用的这种时长里边，第三大应用就是这个是 browser， 所以这一点 UC 在中国发展的非常快，因为 browser 成为了 super app 超级 app。 那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UC 一个浏览器的一个用户从五个方面它的一些典型特征。第一个，95%的用户通过 UC 浏览器去获取去看新闻 blog 和小说，90%以上的用户
通过浏览器 UC 浏览器提供的 search box 进行 search， 70%的以上的用户，这个通过 UC web 浏览器去 download apps。每个月用户在 UC browser 上的这个 page view 超过700页，然后呢，在这些用户里边，20%以上的用户会玩手机的一个 mobile game， 所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用户。所以在这个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在做，就是帮助我们的 partner 来进入亚洲的市场，这里边包括 Elnote， 包括 Gameloft， 包括 EA， 他们在亚洲都是 UC 的很重要的这个 strategy partner， 我们在帮他们在亚洲发展。还有一点我想这个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 model 的创新。其实呢，苹果的这个 model 和 Android 的 model 在 PC 互联网的时代是没有的，所以说你想要取得成功，必须要超越 PC 互联网的 model。 而 UC 做的浏览器不再是一个软件，我们把它的 model 变成了用户的 service platform， 是一个 super 的这个 app，帮助用户获取更好的互联网体验。所以说呢，我们其实重新定义了浏览器到底是什么。 Netscape 是一个伟大的公司， Netscape 帮助整个互联网更快的 connect， 但是 Netscape 是一个软件的模式。其实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必须要重新定义浏览器。浏览器是 entry port of internet service。 UC 在2004年有个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就是我们在全球第一个使用了云计算的架构去做 mobile browser， 而不是像 IE、 Firefox、 Chrome 这样的一个单机版软件。我们看到2011年 Amazon 发布的 Kindle Fire 上面的 Silk 浏览器使用了类似的架构，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做了8年的时间。所以 UC 能够帮助用户有更快、更智能的、更好的互联网的体验。同时呢，我们在帮助用户更好的去获得这种资讯，获取应用，获取它的娱乐和这种电子商务，这就是 UC 在帮助用户一天天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也在产业链里边构建了运营商 happy、 用户 happy、 手机厂商 happy 和我们的这些这个互联网的合作伙伴很 happy 的，大家 win-win 的商业模式。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这个分享一点，就是我们 UC Web 现在在亚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们在美国刚刚起步，9月份我们在美国的 office 在 Silicon 在那个 Sunnyvale 也是正式这个开始了，所以我们在美国还在一个学习，还是在一个这个跟大家交流的一个阶段。我们现在非常愿意帮助美国的合作伙伴进入亚洲，帮助大家搭建一个去亚洲市场的一个桥梁。最后呢，这个还是预祝我们大会第一次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来举行。今天的会议呢，非常像在这个中国举行的会议。为什么？人特别多。所以说呢，我还是认为人多是一个 good news。预祝大家在移动互联网的世界取得各自的成功。好，谢谢。